这些震动波的人看起来是被限制一样，而且人身上的伤口十分的奇特。这是真正是一种要让亡灵等待审判的意思。震动波便是剩下暗中民间的势力，原本五千鸟儿上升到震动波，爱因暗中到淡山林保护圣皇，抓了比那早了。害了，这名杀手应该是针对圣皇而来。如今淡山林行踪被杀，圣皇无疑，但快前往淡山林。国师休急，非常时期，也是请国师回信城坐镇，让关键赛会所部前往淡山林。